事事关心。养猴子那个 老先生、哦、他每天 在拿东西 来养那些猴子这样，然后自己在讲的时候，我想迷住我的是那种神态，就是那种感觉是很骄傲，就是我跟那些变成好朋友啊、哦，然后你弄电话来看，然后替猴子做很多变白，我好像觉得他们不会伤害你啊，意思是你只要不伤害他，他不伤害你，那种感觉变成不是那种环境保护环境的学者或是谁讲，而是他真的那种经验，跟他们相处的经验来跟你讲，就像他跟你介绍一个朋友说，这人其实袂歹啦，哦，你难看人家谁做歪歪啊，人家好了哈，那种感觉非常亲切，那种东西就是，其实我会跟工作人员讲说啊，这个不要写文案的啦。让他自己讲就好了，你在旁边加注解都是侮辱，或是都是曲解，或是都是多余的那种感觉，这样子。